还吃。像糖果一个味儿。看看冻得怎么样。好，沾嘴。再来一个，哇，来，我带你们看看冻了一晚上的西瓜怎么样？哇，好像变成了肚子，我们把它切开看看里面到底什么样。哇，为什么冻了一天一夜，里面怎么还有水呢？来尝一尝。哇，这就是沙饼。哇。这边是什么味道？蓝莓口味。这边有个洞。哇，这个是我在网上买的一个神奇的杯子，它叫捏捏杯，然后把它放到冰箱里面冷冻24小时，倒入水或者是可乐捏一捏就可以捏出。
把这巧克力冻了。哎呀，成功了。哇，不错。